我们在科幻作品里经常会看到一类场景，就是未来人呢可能随便跟电脑讲两句话，一个复杂的程序呢就写出来开始运行了。这个事儿呢并不完全是幻想，它对应着一个正儿八经的研究方向，叫自然语言编程。这个方向一开始研究的呢其实是怎么让编程语言尽可能接近咱们日常说的话，像 Python 和过去的汇编语言相比呢，在这方面就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但是 今年十一月六号，OpenAI 的第一届开发者大会之后呢，这个领域就很让人意想不到的非常激进的往前迈了一大步。这里一个很好的例子呢，就是当时大会上发布的这个 GPTs，这个名字呢就是 GPT 加了复数，乍一看呢就是更多的可以自己定制的 GPT 聊天机器人。但我实际上手体验过后呢，让我印象更深的反而不是机器人，而是制作这个机器人过程中前所未有的自然语言编程体验。那咱们呢就直入主题。 这次我的目标呢，是使用 GPTs 这个新功能制作一个数字版的我自己，做到让它能以假乱真，用我的讲话方式对各种话题给出和我类似的看法。 对于这个任务呢，首先数据上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以前呢录过很多视频，这些视频呢都是我对着镜头讲话，输出自己的观点。那把这些视频的文字版批量导出来，我就得到了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文本数据库，里面呢全都是我讲的话，还有我对科技、游戏、生活这些领域很多事情的观点。最重要的数据基础呢就搞定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准备工作，就是我还想给这个聊天机器人一个复古像素风格的头像。 最新版的 Chat GPT 呢，已经融入了能够作画的达理模型，而且还支持直接输入图片。这些功能集成到一起之后呢，就发生了很好的化学反应。我直接丢了一张我自己的视频截图，然后我就让 GPT 根据这张视频截图帮我做个复古像素风格的头像。结果他就非常神奇地理解了截图里哪一块是我，我的衣服是什么样，我的发型是什么样，我的姿势是什么样，甚至背景里电脑显示器这些元素他也注意到了。 然后呢，他真的给我做了一张非常传神的头像出来，但是呢，我对这个色彩不是很满意。这背景呢，除了黑就是白，整得跟灵堂似的。不知道的观众呢，看到这个数字化身，搞不好还以为我真走了。所以呢，我提出来让色彩更丰富一些。结果 GPT 又成功理解了我的意思，给出来了一张完美的符合我要求的头像。这个过程里呢，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一点，就是我全程都只是在正常讲话。熟悉之前的 AI 做画流程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这种进步有多大。 以前无论是开源的 Stable Diffusion，还是闭源的 Mid Journey，甚至同样是达利，但是往前几代，他们需要的提示词都并不是像平常聊天那样简单描述一下就行了，而需要写成一个个短语，有的呢还相当复杂，甚至会被说成是在念咒语。但这次呢，完全就是正常讲话。如果把过去专业画师画画比作是汇编语言，那前几代的 AI 作画呢，就是拍脏。 而这一次我所体验到的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语言编程，那就是这个生成图像的类比。大家呢应该也都理解了自然语言编程是个什么级别了。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进入真正的编程领域，制作一个自定义的 GPT 聊天机器人，而且呢，同样是完全使用自然语言。展开 ChatGPT 的侧边栏，点击 Explore 探索，就会进入 GPTs 界面。 上面第一个就是创建自己的 GPT 机器人，点进来呢，前所未有的自然语言编程体验就开始了。首先一进入 Create 创建模式，你就并不孤单，会有另一个叫做 GPT 搭建师的 AI 来和你对话。他一上来呢，就会问你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然后呢，你就正常讲话就行了。我告诉 AI 搭建师，我想制作一个我自己的虚拟化身，我会把我视频的文字版传上来给他做参考，就正常说就完事儿了。 然后 AI 就开始工作，然后呢，他告诉我他知道这个机器人是干啥的了，还直接帮我给这个机器人做了个头像。这里呢，大家可以注意，我没有做任何的设置操作，机器人的头像呢就已经被换上去了，仅仅是通过普通的对话操作就完成了。然后呢，我就说我其实提前准备了一个头像，接着呢把图片也传了上去，然后 AI 搭建师就说可以啊，然后头像呢就换了过来，同样仅仅是通过对话操作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切换到 Create 旁边的 Configure 配置标签，就可以看到在刚才的对话过程中，AI 搭建师已经帮我们把机器人的名称，还有机器人需要的提示词全都写好了。这里呢，其实我是可以不做任何操作的，但为了方便中文用户呢，我把 AI 写的几个示例问题翻译了一下，顺带呢加了点我自己的风格。接下来再把我过去的视频文案一传，这个机器人呢就做出来了，一行代码都不用写。不过接下来测试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数字林毅给出的回复呢，还是在采用第三人称视角，而不是真正的把自己当成林毅本人。而且他的讲话风格也和我差很远，还是一股机器人的味道。更加破坏体验的是呢，我问了他一个我以前视频里提到过的事儿，就是我在厕所里有时候呢会看一些不方便和爸妈一起看的视频。但数字林毅没有捕捉到这一点，还是在自说自话。所以接下来呢，我又去进一步完善这个聊天机器人，而且呢，依然是纯通过对话来完成。 我直接用正常讲话的方式把问题说给 AI 搭建师听，然后搭建师的回应里呢，就会出现一个转动的小圆圈，提示正在更新数字临译。这一步完成之后呢，在右边的窗口里就可以直接进行测试。我随便问了几个问题，感觉呢，这回文案里头的信息，数字临译都能准确捕捉到了。然后我又直接进到 Configure 配置里面，对提示词做了一些调整。接着呢，又上传了更多的视频文案。 这次再和数字灵异对话，这感觉呢就出来了。问他我在厕所里会干什么，他答的呢还挺全面的。调侃他两句，他也能用我这种镇定自若的风格来冷静化解。问他关于小白的问题呢，他能综合好几个视频里的信息来给出回答。然后接下来问他一些技术问题，他都能给出和我类似的观点。问游戏相关的问题呢也是一样。虽然讲话方式还是能感觉到有差异，但细想想呢，Chat GPT 推出也就才一年时间，这进展那是真的快啊。 再升级几代，那就真不好说了。但到这儿呢，可能都还只是看个热闹。接下来呢，我讲讲它背后的原理，大家呢就更能感受到这种自然语言编程真正的震撼了。老观众呢都知道，我之前一直在围绕着大语言模型做独立开发，像我曾经在 128G 统一内存的 Mac Studio 上呢运行过开源的 l 玛 a m a 大模型，也和 l 玛 a m a 驱动的机器人对过话。但这里呢就涉及非常多的程序操作，我要把模型运行起来。 模型和对话窗口之间还要通过设定好的端口来通信，这些在 GPTs 里面呢都提前就做好了。可这些呢还不是真正复杂的。在刚才的展示里，大家有没有产生过一个疑问呢？就是这么多的文本，我传上去的文案加起来能有几十万字，这么多的文字，就比如说 AI 是怎么迅速找到我和小白的关系的呢？ 直接把所有文字一次性全丢给 AI 嘛，这是不可能的。对 AI 模型的一次请求，不可能发几十万字过去，远远超过长度限制了。那有可能是直接用我的问题做关键字匹配嘛，这个效果会很差。我的问题是你视频里的李小白是谁？ 我的视频文案里肯定没出现过这句话的原文。如果强行匹配关键字的话，搜到的呢也只会是小白帮我要来的这个产品那个产品，因为平常小白帮我管厂商要产品这事儿干的是最多的。视频里关于小白呢，主要都是这类描述。那真正关于我们俩关系的信息呢，就会被淹没在这些内容里面。那到底 AI 是怎么把相关信息给拿到的呢？我其实在 GPTs 之前就一直在尝试做类似这样的自定义机器人。这个领域最常用的一个框架呢，叫做 l i n e c h a i n 它是怎么做到让 AI 在大量文字里快速定位相关信息的呢？就是向量化。在自然语言工程师的眼里呢，文字其实就是坐标系上的一个个向量，也就是一个个点。它们的具体位置并不重要，但它们互相之间谁离得近，谁离得远就非常有意义。比如我说我喜欢养小狗，另一句话呢是各种宠物里我更偏好狗。那这两句话呢，除了狗以外，每个字都不一样，但它俩的距离呢会非常近，因为表达的是一个意思。 我如果再来一句，我喜欢养小孩儿，那这句话就会落到离前面两句很远的位置，哪怕它和第一句话只有一字之差，就是因为它表达的完全是另一种意思了，已经从宠物换到亲子关系上去了。实际上，这个向量化呢，可以说是整个自然语言处理的基础，无论是一个词、一句话，还是一段话，最后呢，都可以经过编码变成坐标系上的一个点。所以，想让 AI 能快速精准的捕捉到和问题相关的信息，一个办法就是把文字资料拆成许多小的段落。 再把这些段落转成一个个向量。问题过来之后呢，把问题也转化成一个向量，然后找到离它最近的几个点，把对应的文段收集起来就可以了。就这个过程呢，都不用我说了，大家应该就能感觉到这背后需要多少代码。而且更难的一点是，文段要怎么拆，每段长度应该是多少，这些呢都会影响聊天机器人收集信息的准确度。但是到了 GPTs 这里呢，你需要的就只是和 AI 大电视对话。 就像你平常聊天一样，该怎么聊就怎么聊，所有这些呢都在背后完成了，你看不到，也不需要看到，这就是自然语言编程的震撼。而且呢，这还只是冰山一角。GPTs 真的只是聊天机器人吗？错。GPT 内置了代码运行环境之后呢，这一个个自定义的 GPT，它们本身呢就可以是一个个支持各种功能的软件程序。聊天呢仅仅是大量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比如说小白呢就做了一个能抽奖的 GPT，这玩意儿呢本质上就是个抽奖软件。 但小白的编程过程就是直接跟 AI 搭建师说，告诉他目标呢，就是从一堆评论里选一个幸运观众出来。至于说具体的代码，AI 搭建师自己就去写了。说到这儿了呢，顺便说一下，我们频道要抽一台 iPhone 十五 Pro Max 和一台华为的 Mate X 五，具体呢是十九号周日抽，周日晚上八点直播开始之前呢还有机会，大家别忘了点击我们频道的置顶动态呢就有参与方法。当然呢，你们先别走，我还剩最后一点没讲完。 按照 OpenAI 在开发者大会上公布的计划呢，下个月一个专门的 GPT 商店就会推出了，而且 OpenAI 呢还计划根据每个机器人的使用量来进行收入分成。说的直白点呢，就是到时候你做一个 GPT，如果感兴趣的人非常多，你可能就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值得大家都去了解一下，说不定呢，就像十多年前手机 App 开发刚流行一样，直接呢就赢在起跑线上了。我就举一个例子吧，你看现在美团点外卖，大家都在用，挺方便的。 那如果是 GPT 帮你点外卖，那人家呢可能跟你聊着聊着，直接就抢券、选餐厅、选具体吃什么、下单、定时，一条龙全帮你搞定了，那是个啥体验呢？当然，现在的 GPT 呢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但这才刚过了一年，iPhone 刚推出一年的时候，那美团不也还没影呢吗？关键呢看以后，但赢在起跑线上肯定不吃亏，而且这玩意儿呢学起来也费不了啥功夫。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了，我是林毅，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 没关系，我愿安安静静的坐在马路旁，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总是会有人在歌唱。